三丽鸥系列第二弹第三期来了。第三期登场的是表情包阵亡美乐蒂，准备材料160白色260白色粉色，耳朵是5寸和160的粉色。现在咱们复习一下第一期大耳狗耳朵的制作方法，因为和前几期都是一样的操作，所以这期就是沉浸式教学啦。美乐蒂的四肢是粉色，所以白色只做耳结和身子就行。如果像我这样场地没掌握好，脑袋的空隙太大，咱们就可以用点胶啦。做个小花花的卡子，好了，这样一只可爱的美乐蒂就做好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给我点个赞吧，十分感谢呢。本期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